去弄他，疼不疼，老师？疼不疼这炮？小炮啊，来，给你起了吧，能起了吗？你说不能起啊，不能起，别给动了，上火，是个上火了啊！快赶紧出来，看看石榴出来，看石榴，赶紧出来，看，看石榴，赶紧出来，看，快迎接石榴，快找石榴去！哎呀，哎呀！哎呀，石榴出来了！没有消毒，别乱挤，免得真菌感染、细菌感染。想没想我们？想没想我们？想没想我们？哎呀，哎，这感觉好像好长时间不见面似的呢。哎呦，看我媳妇儿，哎呀，媳妇儿真漂亮，哎呀，媳妇儿，哎呦，媳妇儿真，我媳妇儿真好看，哎呀，媳妇儿真香，媳妇儿真香，媳妇儿，哎呀，真香啊，啊。那明儿出来，明儿出来，来，明儿出来，来。哎，我媳妇真香。哎呀，真香啊！老四真喜欢那媳妇。哎呀，我可真香。媳妇闻闻。哎，你老四是真喜欢他媳妇，把老大放上来，老大。哎，媳妇亲过媳妇，哎，媳妇真香，嘿，我媳妇真香啊，好长时间不见面了，我媳妇，老四。出来，大眼子！点点亮，家人们，咱点点亮，点点小亮，家人们。狗天狗地。谁？老四给石榴舔地。这家伙，这他不舔个没完，他能不急眼？舔个没完能不急眼吗？指定急眼，要我也急眼。成天就是舔。你们这帮舔狗，一瞅着我姑舔我。就我四哥是舔狗，你看就我四哥舔狗。这是大天狗，天狗毒吧。666，点点亮，点点亮，家人们，把爱心点到10000。咱直播间300多人啊，人数不多，家人们，咱把爱心点到10000。啊，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。啊。小迷糊蛋子。老爷腐妞好了吗？腐妞还没好利索呢，家人们啊，还没好利索，他那已经结痂了一个口了。哎。老四，那是你儿子。好，好，老四，老四，老四知道厉害哈。你看小迷糊是会那啥。下来，来，快点来，虎妞啊。看虎妞好没好啊？虎妞出来，来，虎妞。你把三文菜那个剪一剪，把三文菜那剪地下那个剪，别让小大眼子吃了，扔外面去。虎妞被谁咬的？被谁咬的不重要了，家人们已经咬完了啊！我也不知道被谁咬的，因为我没有证据，姐没有证据啊！来看看虎妞，来你拿点，我给你看虎妞，虎妞来。
滚蛋！滚蛋！不许动！这我刚给他上抹完药的啊，这个地方结痂了，你看这个地方还没好利索，这个地方刚给他上完药，嗯，我跟你说，指定让他给你给舔了，嗯，要不肯定结痂了这个，嗯，哎，嗯，是不是老四？不能是老四，还是不行，咱就别纠结是谁了，那腐妞不爱好。我妞妞不爱好，太胖了啊！咋整？不是有监控吗？怎么还不知道谁咬的呢？哎呀，这个监控不准呐、啊！这个监控坏了，没调过来，听不着？这个监控在这儿呢，歪脖子。有监控，我知道有监控，但是这监控歪脖子，当时没看出来谁咬的。这个监控好长时间不用了啊！我看看这监控能不能用。全是摆设，不是摆设啊！我看这监控能用，这是能，肯定是能用的啊，家人们哈。你看这个监控啊，给你看一下吧。哎，什么玩意儿？取消。拿点，我看一下。看回放啊，回看，回看没有，就今天的，对，就今天的，它最多只能储存一个礼拜。我看啊，多长时间？今天，1、2、3、4、5天，最多看5天，5天之前全这样式的。5天之前全这样式的，以前都这么整的。5天之前，他有可能在外面咬的，家人不是说在屋里头咬的。腐妞哪天被咬的？那咱哪知道啊？好几天了。没事儿，家人们，狗个打掉这太正常了。那小迷糊以前不总爱咬吗？是不是？小牛以前总爱咬，没事儿，都服了。那你说咋整吧，家人们？你说咋整？以前小迷糊也爱咬，腐妞吧，腐妞肯定是因为啥呢？哎呀，我也不知道因为啥，不知道谁咬的，家人们啊，有可能是老大咬的，也有可能是腐妞咬的啊，家人们。但是，老四。过来，不咬哪里了？我后那个耳朵根那个地方，耳朵根那块，耳朵根那块被咬了。你家狗都太要尖儿了，太要尖儿了，什么意思啊？太要强了。老四啊，咱今天吃饭了啊！大眼要咬我。大眼，你老四远点。大眼今天有肉吃。大眼子，我家大眼子今天第一次吃肉。啊。老大不是我们老大，肯定不是老大。我跟你说，老大也有这个脾气啊。老四有这个脾气，老大也有这个脾气，家人们。啊，来，赛文呐，别拆家了，赛文，咱吃肉了，赛文。赛文呐，别咬了啊，好宝。赛文呐，哎呀，老四起来，干啥呀？老四起来，老四不让看。塞万的别咬了啊，好宝塞万，那好宝塞万，咱不咬了，宝塞不咬了，哎呀，不咬了，好了，不咬了，塞万，不咬了，不咬沙发了，吃肉肉行不行？
别让我大公主背黑锅。我都说了，家伙，我不知道被谁咬的。我没说，我说有可能是老四咬的，也有可能是老大咬的，哎，更有可能是小迷糊咬的，家人们啊，也兴许是小石榴咬的，家人们，极有可能，家人们是大眼咬的，家人们啊，但是有 30% 的可能是被包大的咬的，包子啊，再有 10% 的原因是腐牛蛋子自己卡的，家伙卡的，走道没走利索，不知道卡哪儿了，卡了个卡坏了。我没谁也没赖，我也不知道谁咬的，家们啊，就是猜，就是猜，家我也不知道被谁咬的，没事儿啊，我的可能性也有，也有可能是被我咬的，家们，但是我不记得了。有可能是我喝多的时候咬的啊，有 0.1% 的原因可能是我小舅子喝多的时候咬的，是的啊，还有一种可能被我爸咬的，家伙谁都怀一个遍，腐妞不知道全变，家们，你看小迷糊，小迷糊老四一厉害了，小迷糊立马就养壳躺那儿，你看了吗？老四一厉害，小迷糊立马就养壳就躺那块了。腐妞不的，家们，腐妞不的，啊、嗯，迷糊都抑郁了，谁说小迷糊抑郁了？你站起来，你说你就说小迷糊拿东西，你跟他说，你小迷糊上前拿东西去了啊，迷糊快去快去。小迷糊老爷跟你说个事儿啊，迷糊。过两天你这个家就8000了，拆迁了，迷糊啊，过两天咱就不在这住了，迷糊过两天不在这住了啊，过两天8000拆迁了啊，小迷糊，我给你拿拆迁款，你要房还要钱，要啥？小明，你要房子还要钱，明花你听懂了吗？听懂老爷说话了吗？过两天咱就8000了，上你瞅你这个损出，你瞅你这个出息，你是真没出息呀，明花啊，要别墅要房子8000啊，给小明安排个房子，这个笼子不要了，这个笼子不能要了，那小明总上那个家里头去，你说这笼子能要吗？把门修好没有门了，关键是门在小门在明大的家里放着呢，这个笼子，哎呀，这笼子说啥真挺好，家里笼啊，这笼真挺不错的，其实我跟你说我挺喜欢这个笼子，福你明大的挺喜欢这个笼子，但是这房子现在成危房了，你看家们成危房了，这个房子啊，那小牛住的里边，家人们锅碗瓢盆啥的，苍蝇拍痒痒挠，瓜果梨桃啥都有，这里头啊，花生瓜子烤一片，啥玩意都有，小牛大哥啊，你家养的是什么狗不听话？我们家养的呀，我们家这个是家人们，他的品种是拉布拉泰，他的妈妈小迷糊吧，属于家人们，他属于混血啊，混血的啊。大眼子，大眼过来，大眼来，大过来摸摸，啊，啊，好宝，哎，好宝啊，大眼啊，小大眼，你现在迷糊家去看去，去，迷糊不去，小迷糊都不敢去，小迷糊啊，大眼都不敢来你家，哎，你说没有这个圈，他能叫唤吗？啊，没有圈就不叫唤了是吧？进口狗，拉布拉迪。拉布拉迪，他以为你要跟他抢，他以为你要跟他抢啊！你看小明咋看你呢？啊，你看小明眼神咋看你呢？白了我，你再白了我，明花，小明咋看你呢？小明花，
啊，用斜眼膀胱，小明用膀胱瞅你呢，啊，老大还是那么漂亮。Seven， 你是真没正事儿啊 ，Seven 啊，迷糊这小眼神。哎，也说来也奇怪哈、啊，家人们啊，你说腐牛大的竟然能挨咬，啊？这数他几个最大？大眼子竟然没挨过咬，家人们大眼哎，家人们那你们说吧，你们说大眼子为什么没挨过咬呢？对不对？你们说三爷爹呀，你看好了吧，你长点心吧，家人们，你看我大眼看的怎么样？你看咱大眼看的怎么样？大眼竟然都没挨咬，你大眼是最容易挨咬的，啊？妞妞怕他们，我跟你这么说，家人们啊，其实就因为啥、啊？就因为吧，腐牛曾经挨过欺负，他一挨欺负，这帮狗蛋都欺负他，就跟人似的，家人们知道不？谁挨欺负，他们能看出来。对，狗善被人欺，马善被人骑，知道吗？狗善被人欺呀、啊。啊，你看腐牛大的，这腐牛大的挺好的，其实。其实我想知道一件事，家为什么腐牛这一年没发情呢？哎，腐牛这一年还真就没发情，家没见过腐牛发情过。安静安静。哎，家们你，哎，咱是不是好长时间老四都不研究腐牛了？是不是？老四好长时间不研究腐牛了。嗯。啊？老四一直在研究小石榴蛋子。哎呀，腐牛。腐牛翻了个跟头，腐牛会翻跟头，你知道吗？会转圈。哎呀，腐牛想让你抱抱。哎，你能抱着腐牛吗？我抱不起来。啊？上回他妈抱，上回大眼没造成威胁。大眼不是没造成威胁，家人们，大眼，哎呀，大眼他这个嘚瑟这个劲儿，其实跟你说就已经造成威胁了，知道吧？啊，金鱼，上你爸爸。你要干啥？你要干啥？大人家多欠，大人多欠，你看大人多，家们咱点点亮呗，直播间600多人，家们咱点点亮呗。哎，怎么了？卡了呢？家们咱点点亮吧，家们直播间600多人，行不行？咱点到10000，行不行 ？Seven， 你看老四就在那守着小石榴蛋子。哎，你把小石榴抱过来，老四也过来了，信不信？石榴来了，老四来了。总感觉大眼子会来事儿，大眼子会来事儿，总感觉大眼子会来事儿，大眼子是公的。哎呀，完了！我操，那是你丈母娘，那是老婆婆啊！腐牛不要跟老婆婆没大没小的。哎呦我操！别砸！别抢！别砸！啊！能吵吵尽量别动手，感谢家人们点亮啊，红心点一点，红心走一走，点到50000。三玩够了，这是知道吗？三玩够了啊，小舅子又圆着了。哎呀，小石榴来了。哎呀，石榴，你还挺自然。哎，石榴，老四，你看你石榴让人爆了，你看了石榴。老师，你看你媳妇儿，哎呀，你媳妇儿让人抱了，媳妇儿，你让腐牛过去，小石头肯定咬了，看着啊，你看小石头给，那不能咬你，我闻，小老师腐牛行了，我闻这娘们儿哪有味儿，闻闻，咱人这么稀罕石榴呢？腐牛说为什么能抱他，不能抱我？难道他身上有独特的味道啊？有味儿，我闻什么味儿？哎呀，这不跟我身上味儿一样吗？这不都这味儿吗？我这闻闻。哎，闻公母，哎呦我操，这一个味儿吗？这不是？腐牛研究呢，为什么不抱腐妞？为什么抱小石榴蛋呢？抱腐妞？为什么不抱腐妞？哎呀，整不明白了。我咋抱啊？啊！其实腐妞也在研究石榴，为什么说老四总是哎？为什么我家老头儿总喜欢这个咖啡呢？为什么不雨露均沾呢？死着给她老公舔白舔舔吗？舔白了都。哎呀哎呀，争着要抱。哎呀哎呀哎呀 ,Seven, 你的脑瓜都插上裤裆里了 ,Seven 呢、啊、哎呀。都大宝贝蛋子，哎呀，都想让人抱一抱。哎呀 ,Seven, 你看 Seven 坐你身，哎呀你看 Seven, 哎呀坐身上了，哎呀。
三羊可喜可喜了。哎呀哎呀呀呀，三羊可喜欢人了，可哎可喜欢人了，哎可愿意上人抱了。哎呀不行，谢谢，我给你撒娇了哈。咱们就三羊会撒娇，别人不会撒娇。小牛蛋也不会撒娇，你让小牛蛋撒娇试试。哎，摸摸摸摸，哎，三万摸摸啊，好宝儿。哎，你看三万一直都挺精神哈，家人们是不是？你看三万这个状态哈，他一直都挺精神的。你现在你把脑子叫他肯定的呀，他喜欢被人摸，他喜欢被人摸，被你知道你。哎呀，这个蹭的，哎呀，这个蹭的。他愿意摸肚子，一摸他肚子，因为肚子是他摸不着的地方，你知道吗？肚子他自己抠不着，也挠不着，头也是，你知道吗？摸摸摸摸肚肚，咬大眼了啊！大眼说不愿意摸摸我吧。老大就不会撒娇哈，老大会撒娇吗？老大不会撒娇。哎呀，塞文呢？你看谁也不让谁来。哎呀，塞文谁也不让谁去呀。哎呀，谁也不让谁去呀，塞文啊。大眼说不行，抱抱我呗。大眼说啊，别咬我手，摸，我不摸。精气神儿，我们撒娇 ，seven 撒娇可爱好玩。seven 瘦吗？你觉得你摸着 seven 身，你感觉他瘦吗？啊，跟腐妞比呢？腐妞其实也不胖，我告诉你，因为腐妞她长得壮，知道吧？她品种不一样，腐妞品种本身就是壮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啊。俺家 seven 就骨量不行，知道家人们 ，seven 骨量不行，但是 seven 一点都不瘦啊！我跟你说，啊，你就看这褶子吧。你这一个是褶子，一个你看我 seven 身 seven 身上这个肉，它本身的也不太。哎，老大，你说咋的？老大，不咬他啊！啊 ，seven 可会撒娇了。哎呀 ，seven 好了，您 seven 不找我撒娇，找你撒娇啊？他不找我撒娇，哎呀，小石榴。这里他跟人亲，小石榴也跟人亲。哎呀，完了，大眼子相中他大嫂了，啊？闻了，大眼子相中他大嫂了，这是，啊，这可不得劲儿。欢迎家人们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，家人们，咱们点点亮，家人们，下方小黄车溜达溜达，卡不卡？我怎么感觉有点卡呢？卡吗，家人们？我怎么感觉有点卡呢？怎么现在似乎感觉啊？是不是有点卡？摸，这网不行啊！啊，不卡是吧？有点卡顿，没完了 ，seven！ 哎呀 ，seven 没完了。哎呀，没完了！啊，摸，你看，东北黑木耳32.9半斤，家们啊，32.9半斤，咱家一斤能泡15斤出来，家们啊，然后呢，48.8一斤，全网最低了，家们啊，你就是黑木耳就相当于买了15斤鲜木耳。对，裘千尺也知道撒娇啊？谁是裘千尺啊？哪儿呢？谁是裘千尺啊？啊，你可别要埋汰俺家小石榴蛋子啊！俺家小石榴哪是裘千尺啊？我不摸了，我累了。必须得摸，必须得摸摸得劲儿的，必须摸得劲儿的。我就不摸了，我看你能把我咋的？我看你能把我咋的？木耳一斤能泡15斤，家人们啊，都是真木耳啊，咱家没有增重的啊，家人们。啊、哦！你们在外面买的木耳，家人们买的便宜的都是增重的，家人们，我跟你说，你们只要我这么跟你说，家人们啊，你们买的比三元街这个价格低的啊，只要是买的比我这价格低，你放心吧，你买的肯定都是增重木耳，啊，家人们肯定都是增重的啊，咱家没有增重的啊。摸，还有梨了吗？梨现在没有，家人们不摸撒娇。妈得劲儿了，走了！哎呀，得劲儿了，咱们走了，得劲儿了。看谁不得劲儿？小石榴不得劲儿，小石榴不得劲儿啊！石榴，石榴在瞅你。小石榴说：“你抱抱我吧。你一拍他就过去了，你一拍。”哎呀！老四。
老四一进去，你看老四进去啊，家人们，老四你不是坐呀、啊，老四坐这儿，老四坐这儿，趴呀，老四趴呀，坐，老四坐，坐下，趴呀，老四趴呀，啊，好，我看小明还要回家，吗？明儿回家，你看咱我让明儿回家啊，坐这儿，老四，老四趴这儿，明儿老四趴这儿，趴这儿啊，你拿手机来，拿手机，我老四你坐这儿趴这儿，老四趴呀。老四趴呀，趴老四趴，老四趴着，老四趴呀，啊，不许动，不许动啊！你看我让明花回家，明花你去回家，明花去，明花去，你回家去，你回家去，明花去，明花去，要回家，明花去，别跑下湖。啊，明儿，明儿，你看你家里谁来了？明儿回家看你去，你回家去，明儿。明儿回家。不去呀、啊？你为啥不去呀、啊，明儿？你快去。慌了。明儿。老四也呜呜了。你回去，明儿。我回家，明儿见面。明儿说别让我回家，我打不过他。一会儿，他肯定不敢拿这个圈儿。嗯，小明，你快回去，明儿，这是你家。明儿，你今天给他轰出来，明儿去。你不行啊，没事，老爷给你撑腰，明儿去。明儿，快进去！明儿，老爷给你撑腰。我上你家了，明儿啊，去，明儿，你给他轰出来。不行啊，明儿，老爷给你勇气来，嗯啊，给你勇气了。我再给你个勇气，嗯啊，明儿快去，明儿，我再给你个勇气，嗯啊。给出气了，你看，气鼓鼓的，给明儿气的鼓鼓的，明儿，我进去，明儿，你把他轰出来，你把你爹轰出来，你摸摸你爹，爹呀，哟，爸爸呀，我拿走圈了啊，我亲爹呀，我要进去把你轰出来啊，明白了，不敢进去了啊。别不让进了，不让进了，还是不让进，我让他出来行不行？老四出来，老四出来，老四，老四出来，走，老四出来，老四出来，出来，老四快出来，出来，老四，老四出来，快回家，别回去。圈儿，你就回家咋不行？就回家咋不行？就能回家咋？啊？就能回家咋不行？小心咬一口，我跟你说他不带咬我的，小明不带咬我的，家人们不可能咬我啊！来，咱们开饭，家人们开饭啊！来看咱们今天吃啥啊，家人们，今天新呼的，我看凉没凉啊？看凉没凉？凉透了再让他们吃，还没凉透呢，家人们啊！对了，咱们今天晚上吃大骨棒子啊！每狗一份儿，一个狗一份儿啊，家人们，一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份儿，啊、嗯，大眼儿的 ，seven 的，老四的，老大的，十六的，腐妞的，还有小迷糊的，家人们，啊、嗯，老四给玩具拿出来，毛孩子跟小孩一样喜欢玩具，自己养的狗狗为什么要这样？为什么要这样？什么意思？自己养的狗狗。我不是那么闹着玩呢吗？那你那平平无常的有啥意思，家人们？咱就说吧，家人们，我就这么，我给问你们：如果三人爹直播，我直播我啥也不干，我就这么的往这一拍，也不动地方，或者是我直接给他们关笼里，我也不吱声，我也不动弹，也不玩游戏，然后也不咋咋呼呼的。是不是？那你说看着还有意思吗？啊，大眼不能吃骨头，太小了。大眼能吃，
大眼能吃，大眼也不可能啃动骨头，家人们，他也压根就啃不动啊，大眼也只是吃肉而已啊。和狗狗互动增加人气好玩，对呀啊。塞文吃肉了，塞文过来下来吧。就塞文菜家，我跟你说，塞文呢，你在家，你这都让你虚窝了，塞文，哎呀我的妈，塞文你看看，这都让你虚窝了，你看看，怎么的？我说你还不愿意听啊？你说你先动，你看你菜家菜的，现在都活牙子了，看，我看看，你现在都活牙子了，塞文，你都揍他。我揍你大姐，揍他，揍他，揍他，我揍他，揍揍，我揍揍他。三排不让我揍，啊？那我揍你行不行啊？啊，你看，揍老四，哎，你这么的，哎，咱看啊，那个肉干还那个肉现在还不能吃啊，来过来来过来来，家人们你们想不想看小石头怎么护老四的？啊？大眼。大家把自大爹都过来。看看大眼知道要回家。普京进来，普京来，普京进来，来。那行啊啊。大眼。回家，大眼回家，大眼回家，关门关门，不让大眼出来了以后。以后不让大眼出来了，回家，回家，回家，回去，这大眼子玩不够，这大眼子。关门，握手，握手，握手就关门了。握手。大眼关门，哎，好，哎，好大眼啊，好大眼，哎，大眼子，来，你老四出来了，老四过来，三过来，你老四出来，老四过来，沈磊老四来，过来，哎，沈磊来。好，你坐着，三进去，三进，老四出来，老四来，十六，出来，好，哎，你坐着，你看小石头知不知道护他啊？护老四啊？你揍老四，揍老四，你打老四，你揍他。哎呀，不行，不对，不是这么演的，你揍老四，快。我揍你！我打老四怎么的？你不会打他，你不会聊他。你得欠欠的，就是打完就跑那种打，知道吧？那小石头啊！哎，石头，你看我怎么打？你看你们聊，他好像跟你不太熟。你坐下。不让打呀！
出来吧，我跟他闹着玩呢。那我家老头可不行啊。好了，我去拿那啥去，拿好吃的去啊。拿大骨头去啊！我先拿大骨头去。他们几个也不说死。来，他们几个也不喝水。温柔的世界，抚平我们的亏。点赞点到3万，家人们，感谢家人们啊，感谢大家啊！就你们点亮点的越多，咱直播间人气会越来越高，家人们啊！除非大家伙不想让三元街人气高起来，家人们，除非你们不想让三元街人气高起来啊！哎呀，看看三文香不香？香不香？哎呀，都做好了，老爷昨晚咋没播呢？昨天晚上家庭聚会来着，家人们，啊，昨天晚上家庭聚会来着，然后呢，就有点，家人们就有点那啥了，说白了就有点那个，就是多饮了两杯，家人们多饮了两杯，贪杯了。家人们给我整蒙圈了啊，昨天晚上家人们就是完事之后都已经家人们11点多了啊，家人们所以吧就没播上，干蒙圈了啊。狗子们今天晚上有口福了，有肉肉吃了，妞妞好了吗？妞妞没好利索呢，家人们啊，福妞没好利索呢。家人们想买东北黑木耳的啊，咱这东北黑木耳马上就没有货了，家人们，你们如果要是这个东北黑木耳年底可能就没有了啊，家人们啊，年底就没有了，就是你们没买木耳的家人们想留着过年呢，冬天吃的家人们，你们可以拍一单东北黑木耳啊，咱家木耳48.8元一斤，可以说家人们全网已经最低价了，明白吗？家人们，你在外面这个价格你也买不着啊，一斤能泡15斤，你泡不出来的话你给我这个差评，家人们，你看咱有差评吗？木耳啊，一斤能泡15斤出来的，特别划算。昨天晚上等到11:30，昨天晚上家们都喝蒙圈了，我整忘了，我以为白天呢，整的，实在是俺们抱歉，家们啊。来，福妞出来，来，等会儿的啊，来你拿点手机来。这个大骨棒子，一人一份啊。大眼的想吃啊？哎呀，你看大眼，你看大眼，走。大眼怎么动啊？哎呀，大眼能咬动吗？大眼，帮我一饼，我给大眼一个小的啊。要给大眼吃，行吗？行，这块给大眼吃。啊，不能吃了，我跟你说，能吃了啊，骨头吃不了。哎呀，大眼，哎呀，真香。哎，大眼头一回吃骨头啊。哎，你说这个给大眼吃能护食吗？不能。你是不是傻？大眼拿走了啊，拿走了，大眼。不吃，嗯，啊，这劲挺大的，哎，这劲挺大的。大眼头一回吃家吗？啊，八点了。大眼，我看，从外面吃，对，让这帮哥哥姐姐看着，哎，让哥哥姐姐们看着大眼吃大骨棒。嗯，别的直播间给狗子们过端午节，还给吃月饼。别的直播间，我记着，我媳妇给狗蛋子们整过月饼，你说家伙，整过月饼，这我媳妇整那个月饼嘛，整的跟韭菜盒子似的，家伙，知道吗？今天没整。啊，妞儿放出来了，你放出来，家伙们来放出来。啊，来，福妞，过来，福妞，来，过来，过
月饼里边啥也没有，你先放那点儿，先放那点儿的。哎，你端了端一圈，他们跟一圈。啊，都想吃了，好长时间没吃肉了，是不是？啊，哎，行行行，哎，行行行，你说这小子这么欠呢？这小子，这小子真欠。好了，坐好了吧，坐好了吧，一块吃肉，快，一人一块啊，来，一人一块，来，坐好了，来，拿手机来。你就在假证进去，假证回来。老四，坐好了，来四哥，四哥来坐。老大，福建，三位，宁波，石林。哎，这边你我跟你说，你忙活一宿，你都不能给他们摆成一排，信吗？能啊，你能给他们摆成一排？我上回摆了，真的假的？你上回喝多了。你上来喝多了，上来喝多应该摆成一排了。我摆一排背的神儿吗？三块坐了坐了，来三坐了，来。那怎么？哎，你横着能摆一排，竖着能摆一排，竖着不能啊？竖着没试过。老大坐起来，老四拍吧，拍吧，四哥拍吧，啊，三也拍呀，哎，把明儿拍呀，明拍明儿拍明儿。哎呀，哎呀。都统一队形，统一队形。你瞅你往这一坐，真答应你。统一队形啊啊！哎，把老四和老大他俩长得挺像，你看他俩就像是哥俩，有几分相似，是不是？啊，咋嘞？不许动，不许动！我分一分怎么回事啊？我给三人整一大块。给你三吃了个火。虎妞啊，虎妞受伤，给虎妞来个大块的啊，再给虎妞来个大块的啊。然后呢，下面这是上面是筋，这上面是筋，这不是肥肉啊。来，给三人大的，行不行？给三人大啊。然后呢，这块也挺大，很大啊，这块也非常大，给老四，剩下哎，剩下两块这个小的，也给小迷糊，也给小虎妞，剩下吗？就非常公平啊，非常公平啊啊，一人一块啊，指着看我指着看好了啊，好，不许动啊。啊好，不许动啊。我感觉老四，你说老四会抢两块，来这样抢动一。你看老四抢完了。二。你看，又他妈抢的过了，老大，这个老大，不要！卡不卡呀？卡了，可能卡了一下。啊？能卡了一下。给小迷糊吗？小迷糊有，家人们都有份儿，都有份儿，迷糊二他。明明有份儿，虎妞蛋蛋也吃了一块大的，家人们，咱给虎妞也是整了一块大的啊！哎呀妈，这肉太香了！哎呀，虎妞啊，这肉真香啊！嗯，赶紧给虎妞关起来吧！啊，一会儿再让家人们啊，哎，啊，哎呀，感谢我贝贝姐，欢迎我贝贝姐。感谢贝贝姐送了大跑车啊，姐，这回真卡了。啊，为什么感觉把 WiFi 关了之后更卡了呢？啊，你们现在看。我现在已经全关了。嗯。哎呀，感谢我贝贝姐啊，贝贝姐又送个跑车啊。再给贝贝姐点关注，家人们啊，俺们。家人们，我贝贝姐是咱们粉丝团里边的最高级别，好家人们，粉丝团里边的最高级别，分数达到了将近十万分，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一百万，七米最高级别粉丝团，家人们，啊，咱给贝贝姐点点关，谢谢贝贝姐啊，谢谢对贝贝姐对我们的支持啊，
是的，贝贝姐见过老四，见过迷糊啊，见过老大，见过小石榴，贝贝姐还没见过 seven 呢啊，老四老大老四小石榴都见过啊，贝贝姐没见过 seven 呢啊。上次上去苏州的时候，我就打算带 seven 去来着，但是那边太热了，家人们知道，所以没带成啊。等有机会咱们走带 seven， 带 seven 找贝贝姐去啊。你要看看给你吗？要啊，老大给老爷拿来。老大，你看老大没事。嗯、哦，老大没事，家人们。seven 呢 ？seven 指定不给你 ，seven 可不带给我的。你把小石榴啊。下边还有机会的啊。你把小石榴啊。小石榴不带给你的。你试试，你试试。我不是，我知道小石榴。啊，小石榴那你说老四行不行？老四能行。老四能行，你看那冤种，包子说：“哎呦我操，今晚怎么显得包子脸无比的大呢？”包子啊，嘎，包子啊，包子没吃上啊，包子脸怎么感觉无比的大呢？啊，包子整那啥吧，包子说：“这帮狗爸们，这帮狗是真狗啊。”这帮那包子说这帮狗是真狗啊啊，一点也不给我吃啊啊，包子，哈哈哈哈，包子，喵，啊，你会猫语吗？你跟包子对两句话试试。其实我跟你说，我家们啊，包子比花卷有意思。花卷子一出来吧就猫起来了，知道家人们，花卷子出来吧他不是猫沙发底下就猫那个车里头了，他不出来，他不像包子胆大，你信不信？你花卷子出来之后就猫起来了，他不瞅，他不看，不跟狗玩，包子跟狗玩，包子，而且包子吧家人们，他不，这帮狗吧就是吓唬他，他也知道这帮狗吓唬他，知道吧，他也知道这帮狗蛋子家人们啊不咬他，跟他闹着玩，包子也敢下来，知道吧，啊，包哥习惯了，家人们，你们是不是也更，家人们，你说你们更喜欢包子还更喜欢花卷子，家人们啊，我看咱直播间，家人们，我看咱直播间包子喜欢包子人多还是喜欢花卷人多，家人们，我发起一个什么，家人们啊，发起一个投票啊，家人们啊，来包子，老师啊，好。花卷儿，花卷儿。咱今天晚上多拉硬实的卷儿。我们花卷竟然不会拼花。鸡卷卷。揪俺卷儿，来，家人们，来，家人们，咱发起一下子，家人们，包在那儿，家包在那儿呢啊！就你们喜欢，家人们，右上角，在这个地方有个对号，老铁们，这个地方有个对号，点开之后就是投票，家人们，你们谁喜欢谁就点谁，免费的，家人们啊，这个投票是免费的啊！对，你们参与一下子，我看喜欢谁的多，行，家人们，我看喜欢谁的多。右上角，你看，对，右上角，家人们，免费的，待会免费参与一下子。啊，哎呦我的妈，喜欢包子46个人，喜欢花卷10个人。啊，关键也不见花卷子。你把花卷子整出来也不行，花卷子出来容易急，他怕狗。这帮狗咬他，再一个花卷，我跟你说，迷糊有好几次吧，就是迷糊有好几次被花卷子给挠了。有好几次投错了。投什么，我看有多少个喜欢包子的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，现在右上角还能参与投票，还有最后一分钟，家人们，我看喜欢包子的多还喜欢花卷的多，包子
圈似的。哎，这个包子算是咱们家成咱们家最有意思的毛蛋子了，家人们，87人喜欢我包哥，我看87人喜欢我包哥，现在102人喜欢包子，你看包子嘎呢，你看包子嘎呢，包子，包子胆大，哎，是不是？包子真胆大。老四是不跟包子玩，给包子整个好吃的，门口的猫条子给包子拿来。我刚才还给他整个猫条，给他整猫条子，给包拿来，来包啊，给洗完包啊，洗完包。因为互动的更少，看的也少啊。最后5秒钟，106人喜欢包子，17个人，1/10，家人们，1/10呀 啊！赶紧给包奖励包，哎，大包，一会儿包子花卷拿点零食啊，那给包花卷拎。迷糊，那骨头能给老爷吃一口不？迷糊，你死抠，你可抠了你。你又可抠了，啊！给包举几点包？哎呀，大包包！哎呀，包包！喜欢包的人可多了，包！哎呀，喜欢包的人多啊！几点的？那个铁锅炖大鹅啊，家人们，这什么？这什么？铁锅炖大鹅，包子包子今晚也吃铁锅炖了啊！你给正好正常喂他，好好。嗯。多得给几点？多得几点？哎，对对对，哎哎呀，包！你看，家人们，哎。这小猫条子迷糊啊，宝贝说你啥都想吃。小迷糊，你说这么长时间他不了解他姥爷啥脾气，家人们啊，家人们你就说吧，小迷糊不了解他姥爷啥脾气，那他姥爷不跟他闹着玩呢吗？咱们这个猫条啊，家人们16.94四包，16.94四包，一包是100克，家人们啊，我给你看一下子这个猫条啊，猫咪嘎嘎喜欢吃，家人啊，全价。家全价10在4方，波波酱，零豆类，零淀粉，零胶质，零诱食剂，零骨骼，零内脏，蛋白质大于40，家人们啊，全生命阶段猫用，家人们看不着这个，全是肉，这里边可以说全部都是肉，家猫咪谁特别喜欢吃铁锅炖大鹅，家人们这个啊，你看包子吃，你看包子吃的，你看家们，哎呀，包子跟那小孩似的，家们看。您跟那小孩猫可愿意吃了，家人们啊，拍一发4的肠怎么拍不了呢？家人那个肠没有货了啊，家人们那个肠没货了。你们想买，家人们，咱直播间好朋友们啊，这个那个肠再过个家人们1个多星期能有货吧？啊，16.94包，哎，家人们，12包是多少钱来着？12包你们看一下子，39.92包吧，应该是，是不是39.92包？凡是家里养猫的。家人们，家里有猫咪的，你给你家猫买个这猫条，你试试，家人们，猫咪特别喜欢吃，啊，一会儿给花卷吃，家人们，咱1个1个喂，一会儿给花卷吃啊。买的一个多月平，39.9，应该是家人们，你们看是不是39.9？12包，家人们这一包是100克啊，这一包是100克，家人们啊，全都是肉在里头啊，零豆类，零淀粉，零胶质，零诱食剂，零内脏，零骨骼，家人们看着这么多零啊，让你家猫咪吃的更放心，家人们啊，对。包哥好大，脸好大，好圆。人生风景在游走。哎，我怎么感觉今天怎么这么卡呢？今天啊，不是别卡，是吗？今天我网你卡，不知道。我这个网是真卡，今天这个网。20包啊，是20包啊，39.9，20包吗？是多少钱20包？你看是多少钱20包？我忘了，家人们，我记得20包哈。啊，我记得12包，20包。中间偶尔会卡顿。这个网今天是真不行，家人们，这个网。上市了吗？嗯。39.920包，16.94包，16.94毛钱4包，多划算，家人们，20包你家猫咪能吃吗？2月，真的，你家猫咪能吃2月，贼喜欢吃。16.8磨牙棒有没有？16.8的磨牙棒没有了，那个磨牙棒卖没了，家人们，那个没有了啊。咱就看那个磨牙棒是3元节从厂家采购的，家人们，那个磨牙棒没有了，啊。喷有皮肤问题喷药吗？家没有，没有皮肤病问题的药品啥的，
啊，你给花卷来点，花卷来，花卷来点，花卷。你看花卷这，你给隔这种位置，我隔这种位置行。哎呀，花卷。都给他，都给花卷。这花卷你吃的，这花卷香脑袋。花卷，花卷总不出来也不好。他压根家们，他根本就不跟狗一块玩儿，家们不是说不放他出来，他跟狗总干架。出来狗就撵，对，一出来狗就撵他，家人们就是总就是迷糊啊，迷糊总被挠，知道家吗？他们几个总被挠，撵他啊，因为以前总出来家，以前我可愿意让那个花卷子出来了，但是花卷子脾气不好，对，他很怕，他出来，他出来没有在里边自由，知道家吗？啊，他也不敢出来，咱搬家。对，等搬家就好。搬家的话，我给他整个大地方，家人们啊，给他们整个大地方。俩月的猫能吃吗？能吃点啥？俩月的猫吃点猫粮就行，家人们。你吃咱那个猫粮，专门给小猫吃的啊。那个猫粮的话，家人们是一个小，就是专门给小猫吃的啊，家人们啊，就是一个月，就是刚会吃饭的时候，你给他这个猫粮，家人们啊，就是第24个链接，45一袋。第24个链接，家人们45一袋这个啊，包子还想要。又再拿一袋去，一会儿再拿一袋，啊，还想吃够的。好，没了。再拿一袋，再拿一袋去，啊，包子。家没有别的味儿。有别的味儿，有别的味儿。嗯，猫吃的啥？猫吃的是猫条，家人们，猫条。刚才我介绍了一个啊，你们想买的100克一包，家人们啊，第13个链接，100克一包，然后呢16.9发四包，100克一包啊。嗯，包子没有原来胖子，包脑瓜大，都是铁锅炖，那你都给拿铁锅炖就完事了，铁锅炖也行。你看，你看包子一点不怕狗，你看你往这边领，你再包往这边领，看狗猫包子敢过去不？你看见没？看老大，他不怕老大。你看，家人们，你叫花卷子试试。你叫包子过去。哎，对，你看。你让包子，你叫包子，哎，你看，家人们看包子，包子完全完完全全跟咱们家狗，家人们融为一体了。啊，你蹲下，蹲下喂他。你要叫包子，叫包子过去来。包子过来了。你叫包子上那边去，你给他闻一闻，让他闻一闻，让包子闻一闻。都不用了，这往这走，往这走，叫小石，叫他过去。你看见吗？包子跟狗已经融为一体了，随和。你看，啊，你让花卷出来试试，你把笼子放出来，让花卷出来，那肯定不行。花卷跟狗总干架。快出来，快点来，快点出来，来，快出来，来，快点来，出来，啊，出来吧，那你让花点过来，来，花点自动就回家了，花点来，你给花点吃，包子给花点吃，啊，懂啊，花点肚子咋又大了呢？不知道，家们，可能又怀了吧，应该是家们，我估计可能有孩子了，看你包子，嗯，包子一点不让着媳妇儿，包子。包子，你进去来。包子，你让你媳妇多吃点啊，包子啊，他摸你呢，不行。你包子说不行，让我来一口。包子，你让点媳妇啊。你不刚才已经吃完一袋了，让你媳妇吃完咋包子可怜，他刚吃完一袋。包子可怜，就是因为你们以前不让我放花卷出来。以前我一放花卷出来，你们就说我祸害猫，知道吗？到现在花卷都不敢出来。你们知道包子包家们，你们知不知道包子原先也怕狗？家们，你们知不知道包子？我就是来咱家之后，我那段时间我总放包子出来，就是让包子跟这帮狗子一块玩，一块吃东西，知道吗？
啊，然后轮到花卷子了，你们就说我花卷子应激，说花卷子容易应激啊。我跟你说，越不让他出来，他越怕狗，知道我家吗？四次怀孕，花卷一直怀孕生小猫，可怜。家人们，你就说吧，那你要花卷子生的孩子，我卖过钱吗？家人们，你们说的可怜啊，我也不想让他生。那他俩能，他俩在一块儿，那谁知道呢？家人们，他俩捅不捅咕就捅咕上了，也捅不捅咕捅咕上了。但你说我家，我也不想让花卷子生。平时包子和花卷子我还不让他俩在一块儿呢，家人们，那他俩没事就研究啊。一天可能研究的。我也不想让他俩生啊！我睁眼睛给你转一遍，起来，你看你撑个头，你刚才都母猫绝育。我跟你说，花卷花卷，你别放一，现在本身就不是放一起家嘛，现在本身就是花卷子在里边关着，包子在外边，我都这我都不知道怎么怀上孕的家嘛，这我都不知道。我跟你说，花卷，你说怎么怀孕呢？包子在里，花卷在里头。我非常非常的就是嘱咐我爸，我说爸呀，你别让包子进去，也别让花卷子出来，给包子做绝育。包子我不想做绝育，想给花卷做绝育去。啊，包子我觉得品种挺好的，家人们啊，我觉得包哥保持他现在这种气质挺好的，家人们，给包子推一边去啊。哟，掉了。说浪费花卷子生的孩子也好看，家人们，花卷小孩他生的小孩也好看。掉地上你吃啊，宝宝。你几文掉地上的你吃。花卷绝育。这个猫条，家人们啊，想买这个猫条16.9，家人们家里凡是养猫咪的啊，我给你看这个，家这个猫条。等下这个哈，零豆类、零淀粉、零角质、零诱食、零诱食剂、零骨骼、零内脏啊。啊，家人们全都是肉，家人们这里全都是肉，蛋白质大于百分之大于40%，家人们看着吗？所有猫都能吃，100克一根，100克一条，16.94，家人们16.9四条啊，这个全都是肉，含肉量高，以后包哥可以戒配。我跟你说，我就不让他俩见面就完了，肉家们。就是分开放就完了。包子本身，花卷子本身也跟狗在一块融合不了。这两口太好看了。花卷快吃饱了，花卷，嗯。给包子来口吧，给包子，该给包子馋的。你给包子馋的，哎呀，馋疼。你俩，哎，就相当于一人吃。你喜欢哪个？他俩，非得选一个的话。非得选一个。揍他，揍，拍头，拍头。我都有点不想给你了，我这挠你了啊。哎，花卷儿，边上挠着啊，边上挠着。我都没给剪指甲。花卷有点掉毛了，花卷这样，花卷怎么掉毛了呢？嗯，一袋多少克？一袋100克呀，家人们，一袋100克啊！家人们，你们拍39.9，39.920条，20条一共是2000克，家人们啊，20条2000克，相当于买了200条猫条，家人们啊，那猫条都是15克左右的，家人们啊，对不对？啊，39.9，20条相当于，家人们。200克净含量，家两不是200克，一条是100克，2000克4斤。其实你要是一次不想给他吃这么多，一次就给他吃半袋，剩下就给他放冰箱，放冰箱里冷藏就行。放冰箱冷藏。其实这20根，够吃半个月，一个月。没有了，一人相当于吃了一包，啊？一人吃一包。挤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拉倒吧，别挤了。那么没有吗？这玩意儿跟鸭子。吃完没够，他吃完没够，你看吃这玩意儿，啊，吃真香，肉含量高。你就别管啥，只要是咱家养的宠物啥，只要肉含量高，他都愿意吃。
这个包子是真怀孕了啊，好像是。你说怎么可能刚生完怎么就怀了呢？他也没出过，也就是他干的，怀了也就是他干的，没了。哎，包子脸大，没有了，不给了啊，两条。你看包子一会儿花卷一会儿就回去了，他自己就回去了。花卷，其实花卷他不愿意出来，我跟你说，家人们啊，你看着啊。包子一天净忙正事儿的啊，包子，哎呦我靠，你看见吗？去，哎呦我操，你看，家人们他自己又回去了，不是我让他回去，家人们知道吧？包花卷子他愿意在里边待着。包子关不住包，包一关包子，包就挤出来了，从那个门缝挤出来了，知道吧？啊，感觉没吃饱，这有猫粮，每天都定时喂，家人们知道吧？每天都定时喂都有，啊，你给倒点猫粮来，给倒点猫粮，老铁说给倒点猫粮，咱给倒点猫粮来，倒点猫粮，花卷子，鸡肉三文鱼里边还有磷虾，来，你倒点片儿里面去。包子，大眼怎么没出来呢？大眼，你感觉能放出来吗？我一会给你看大眼，大眼在家忙这事呢，家人们啊，我给你看大眼来，大眼来，你看看，老爷那个小宠的消毒液是拖地板的时候直接喷吗？还需那个小宠的不需要喷，家人们啊，不消小宠的不能兑水，小宠的直接喷的啊，家人们那个啊，你看大眼干啥呢？家人们，大眼忙正事呢，大眼能出来吗？啊？这点肉你把没啃完呢，是大眼子，那么肉没啃完呢呗。看大眼儿忙正事儿呢，啃大骨头呢，是吧？坐坐，啃大骨头呢，大眼儿，大骨头香不香？大眼儿给老爷尝一尝呗。啊，咬不动，他咬不动，就差不多就咬不动了，他。吃呢，完了，没人愿意在里面待着，只是花卷感觉到不安全，这你说对了，家知道吧？啊，就是大眼来咱们家第一天开始，他就怕狗，但是呢，家人们，大花卷子大，但是包子也怕狗，包子也怕狗，你们都不知道，家人们，那之前我为了让大眼，我之前为了让花卷子跟这帮狗在一块玩儿。家人们啊，我一放出来他们就好多人说我欺负狗，我欺负猫，我让那个花卷跟咱家狗在一块儿啊，包子也是这么过来的，家人们，你们说对不对？包子也是这么过来，包子也是从开始怕到最后不怕，是的，知道家人们，花卷子也是，花卷子就是一直都害怕，这帮狗一整就追他，他总包子，你们发现吗？包子是别的狗再怎么撵他追他，包子从来不动手，不去挠他。但是花卷子不行，家人们，花卷就挠，没肉了。然后呢，家人们，我就让那个老四啊，让咱家这帮狗挨个跟花卷子在一块玩啊，是不是家人们？他总爱干架，总打架，不行，都挠坏好几次了，给小蜜蜂鼻子都挠花了，啊。不行，狗太胖了，怎么办？老大坐，坐，老大坐下。狗太胖怎么办？多锻炼呗，家人们，那只能说多锻炼呗，多溜达，多锻炼呗。妈呀！彪，你看会不会？彪。花卷厉害，他就出来没有安全感，他就是他不了解这些狗，花卷的包子已经了解了，花卷的还不了解，就是他一看到狗就害怕，他一看到狗就厉害，这样式的，知道吗？你看包子是那样式的吗？包子不是，随便包子就给他包子。
过来，包子来。迷糊还没看完呢，迷糊。三文看完了吧？三文在嘴里叼着呢。啊？迷糊还没看完呢，迷糊。迷糊还没看完。你向我懦弱，万能之宝留给我，包子当狗养的，这种多好啊，家人们啊！哎，你说包子天天在院子里溜，他能跑吗？跑不出去哈，啊，也没准儿。我跟你说，包子指定能从那个窟窿那边过去。啊，包子指定能从那个窟窿那块过去，信不？包子，我都怕包子跑丢了。三可爱的 seven 喜欢好几年了，因为你家的养的拉布拉多，我也养了拉布拉多三年多了。感谢月欣欣啊，谢谢啊。啊，对，你摸着嘴都没事儿。就 seven 现在的话，你摸着嘴都没事儿。啊，你让 seven 呲牙，三呲牙，三呲牙，三看三，看，拿走了。你看，你看，哎呀，掉了颗牙，三掉了颗牙，三看，三爸爸看你掉了颗牙，三看看看，掉看 seven 掉了颗牙，看，哎呀 ，seven 真磕碜，三真磕碜，三这牙掉的，哎呀，这大宝贝儿，哎呀。他不敢张嘴，他一张嘴，他在东西就得掉。对，他东西掉，他怕让别人抢走了。谁也不给哈，谁也不给。三文，你就得摸透他。精神小狗去哪儿去了？精神小狗是什么东西？牙掉了一个，对，三文掉了个牙，成活牙子了。现在谁吧？都成活牙子了。精神小狗，你说哪个精神小狗？大眼子，大眼儿啊？竟然在上面你更新，你也下载，感谢啊，感谢家人们，感谢我海哥啊，谢海哥送来的十个啤酒，这是啤酒吗？是海哥送的啤酒吗？啊，现在啤酒一毛钱一个吗？是送的啤酒吗？家人们，感谢啊，感谢送的礼物啊，家人们，谢谢大家啊。啤酒不还是两块币一个吗？嗯，啤酒十块币一个正常。小迷糊就是精神小伙，你说精神小伙是小迷糊啊？我让你看看精神小伙干啥呢？哎，精神小伙搁这儿呢，精神小伙，说你呢，迷糊，迷糊都说你呢，迷糊，精神小伙。三文，小明白，明白。嘚瑟啊！小明有事忙，可抠了。你可嘚瑟了你啊！一口都不给你姥爷留啊！小明这个能啃到明天早上去，给四个大骨头了吗？家人们，你们觉得三元店能不给吗？我四哥第一个吃完的，你们觉得三元店能不雨露均沾吗？你们觉得三元店能偏向吗？家人们啊，我谁都给呀。旁边笼子里是谁？牛蛋子吗？精神小伙牛蛋子都给了，腐牛蛋子都
腐牛蛋大眼子都给吃的了，家人们啊、哦、油子麻花的肯定的。关于小牛蛋的这个臭毛病养的吧，家人们啊、哦、完了完了，这嘴让我干出血了。呸！刚那么好两天，感谢我凌晨一点。哎呀，感谢我凌晨一点，四个啤酒蛋子，七个啤酒蛋子，感谢我凌晨一点送的八个啤酒蛋子，是送给我四哥的吗？凌晨一点多。哎呀我操，这不我小舅子吗？小舅子吗？发财了小舅子。嗯、哎、这不小舅子啊，你哥。啊，感谢凌晨一点多。啊，凌晨一点多是我小舅子，家人们。啊，有小舅点点关注，家人们 ,95 个关注，这只能点挺多。啊 ,95 个关注。96个关注。99个关注，原来是我小舅子呀。啊 ,101 个关注。你是不是在我直播间被点过关注？以前是不是来我这点过关注啊？把盆子收了他。把盆子收了他。老大，把盆收了，老大。对，小舅子蛋子啊，家们啊。一号麦，我小舅子蛋子，家们 ,108 个。家们啊。早就关注小舅子了。我小舅子以后没啥事的话，家人们拍一拍咱俩狗子日常生活啥的，家人们啊，没事他要拍一拍啊，你们想看的话你就给他点个关注啊，对，拍拍老四啊，拍拍小迷糊啊，家人们啊，对，你给我小舅蛋子一号麦关注搂一波。哎呀，感谢感谢啊，感谢小舅女朋友长得挺好，挺好看的。小杜宗南是谁啊？你看啊，这谁呀、啊、不知道是不是他前男友啊？啊，你上面是不是写他名了？没有。没有怎么可能那个啥呢？您知道他叫啥名呢？啊？迷糊啊，握握手呗，迷糊，迷糊握手来，迷糊握手。迷糊说：“我忙着呢，你别讲。”我今天发现特别里边有，没猜就是。迷糊握手来。握手，迷糊握手。要准备咬我呀？你准备咬我呀，迷糊？啊？你顶多也就吓唬吓唬我呗，迷糊。我就对你竖起中指，你都不敢咬我。有本事你把我中指给我咬掉它。啊？有本事你把我中指给我咬掉它。啊啊啊！感谢海哥啊，感谢海哥送的礼物啊，谢海哥啊，谢谢我海哥啊，感谢海哥送的礼物。哎呀，小丁儿送礼物了，啊，三号麦是俺家客服，家人们啊，我家客服。小丁是客服，哎呀，俺家小丁，俺家那个，他收集一些，家人们，你看你们有没有你们喜欢的，收集一些古代银元啥的，家人们贼懂，老懂了，嗯，三号麦，可乐还有吗？你问谁？你问谁？你问三号麦，家人们，
三号麦这个咱家客服跟那个可乐爸是好朋友，家人们啊，你让他给你拍点那个可乐的视频，对，你让他给你拍，你让他给你拍一个可乐视频，家人们啊，你想看可乐的话，你关注三号麦，家人们啊，你说那个你给我拍一个可乐视频，他就给你拍了，他给你拍了啊，哎呀，感谢海哥，海哥冲上榜一了。感谢我海哥啊，直接成为至高无上的榜一。吃完了吧，都吃完了吧，是不是考古学习啊，他喜欢。人生风景在，小迷糊就知道吃。你看小迷糊吃的最慢。我看大眼呢，大眼啊，啃够了没有？大眼，家人们，你说大眼能啃够吗？这是不是能啃？家人们，我这跟你说，这个骨头，我如果不动的话，家人们，你信不信？明天晚上这个骨头还在这儿呢，你信不信？家人们，你信的话，你们扣个一。就现在我不动啊，家人们啊，我也不放它出来。啊，我谁也不拿，谁也不拿他这个东西。你信不信？明天晚上他还在这个地方放着，除非被小牛蛋偷跑他。家人们，我把门关上吧，把牛笼门关上他。等大眼子不在家的时候，被小牛蛋偷跑了，可完蛋了。啊，大眼肯定啃一晚上。哎呀，大眼今晚上指定是家人们睡不着觉了。啊，来这边。助理，你说大眼子能啃一宿不？大眼今天晚上怎指定彻夜难眠？啊，他这个人捅过一宿，他俩捅过一宿这玩意儿的，他这鼓捣一宿啊！大眼晚上可闲不住了，明天早上再一看大眼，家们黑眼圈都出来了，大眼有活了，啊！他啃不着，他咬不动，咬不出来，知道吗？第二天给大眼熬的，从法斗变八哥了啊！明天黑眼圈都出来了，大眼啊！你觉得大眼眼睛大吗？啊，大呀，是不是？他那眼睛是那么长的。风雨之后，挺费劲呐。明天起不来了，明天大眼子，明天大眼说明天晚上我不播了，不行了，整不了了，昨晚熬夜了。通宵了，通宵干啥了？通宵他妈啃骨头了，啃一宿。谁研究这玩意儿？这研究他妈谁玩意儿？谁研究的这玩意儿啊？我忙活一宿。不实哈，还不护。不护食。其实你，我跟你说，你想给他整护食，他也能护。我告诉你。哎，这边是骨髓，整的我想啃两口。嗯。我跟你说，你就聊他，知道吧？你就聊这样的，拿来，大家。你看啊，你就让他知道你对他，你这个手对他是有威胁的，知道吧？他，因为你这么摸他吧，你这么摸吃的吧，你对他没有威胁，你不拿走，知道吧？你就不许吃这样的，不许吃这样的，他就慢慢就护食了。我告诉你，啊，再不护食的狗，他也都护食了。我告诉你，到最后，知道吧？对，他一看你个手，对他有威胁，对他吃东西有威胁。哎，这小尾巴摇的，那小尾巴摇可高兴了。大眼没水了，想喝水呀？这是啊，给整点水去，给整点。大眼子，大眼说：“哎呀，吃咸了。”大眼吃咸了。大眼子他妈不会越狱，他妈就会越狱，家们。大眼子竟然不会越狱，你说这玩意儿高是怎么回事？家们是高的事儿吧？啊，居然不会越狱。水啊，你给他们也整点水，给其他狗蛋也整点水。哎，妈，大眼吃噎着，大眼不渴呀，那扯淡呢吗？大眼，你给其他狗蛋也整点水，大眼也不渴呀，大眼啊，大眼是良民，一介草民，他草良民，对，家们，良民是啥意思啊？良民就是没犯过错误呗，是不是？啊？
欢迎家人们走进我们的直播间，咱们点点亮啊，家人们点点亮，点点亮，家人们啊，想买沐浴露，家人们啊，咱家沐浴露拍一发两瓶，家人们啊，百分之基本都是好评，家人们，这个沐浴露啊，39.9块两瓶沐浴露，而且赠送一条毛巾，啊，家人们，家里的就是狗身上有味儿的，家人们啊，洗不掉，愿意挠痒痒的，家人们啊，咱这沐浴露持久留香，抑菌止痒，除臭去味儿。好，家人们，留香效果能达到1-2个星期，啊！而且咱家这个瓶子往下翻到最后，它是有一个猫孔的，你知道吗？猫孔也有。感谢海哥，走吧，上厕所去吧，吃饱了，就不吃就吃一块骨头，我跟你说，明天再今天晚上就不吃了。啊、哦，除非还能再给你们吃点那个啥，吃点粮食。哎，那有汤白瞎了。你给倒水了吗？倒水了，你把盆拿过来，把水倒了。他们不喝了，我把那个汤，我给你们倒点那个汤，就是整点那个汤泡点粮吃。啊，少泡一点。少泡一点，原汤换化原食是吧？原汤化原食是的。那、哎、你拿过来，你过来把门关上了，别让他出来。好，没汤了，让我爸给倒了。这我爸，盆都刷了。这咋整？这是我爸。这狗能吃水果？好，能吃啊！明天晚上给狗大家吃水果了吗？啊，给他吃点水果。哎，让我爸蛋子给倒了。爸蛋子，让我爸给倒了。哎，再重新整点水吧，重新整点水吧。沐浴露拍一发两瓶，家们啊，抑菌止痒，除臭去味儿，家们。咱家这个沐浴露跟某雕是同一个厂家的，家们啊，我跟你说，同样的那种那个配方啊，家们啊，然后呢是同样的功效啊，你们在外面买的沐浴露40多块钱一瓶，咱们家39.9块啪一发两瓶，家们啊，啪一发两瓶沐浴露啊，咱这个沐浴露回头率可高了啊，好评度也高，无所谓拥有。哎，都是蛋子，家人们，都是就习惯了。Simon 蛋子，你叫蛋子这个名从谁开始的吗？从皮蛋子开始的，皮蛋子，你叫谁起的名吗？皮蛋好像我媳妇起的名，也是我媳妇起的名，大眼也是我媳妇起的名 ，Simon 也是我媳妇起的名。嗯，小石也是吧？小石我忘了。皮蛋子，行了，家们啊，然后我们下播了啊，带狗上厕所了，到点了，下播了啊，然后你们也早点休息，早点睡觉吧，家们啊，咱们明天见啊，家们，咱们明天见吧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伙了啊，谢谢家人们啊，过两天搬家就好了，家们啊，搬家了咱就早点直播，家们啊，八点准时直播。啊，我咬不住了呀！八点播到9:30到10点那会儿工，啊，咱以后必须走直播了，不能这么扯淡了，家人们，啊，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，一天不如一天了，家人们，啊，我已经从140斤瘦到130斤了，140斤，我养狗之前我是120多斤，我胖到140多斤。啊，家人们，这两年从140多斤瘦到130斤了，啊，拜拜，家人们，拜拜啊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家人们啊，瘦了好，本身也不胖啊，拜拜。